家好，我是大脸，我现在是在烟台市的文化宫南街，这趟街上有一家开了17年的饺子馆，我现在去试一试。这次包什么馅的饺子？白菜馅的。你这一天能包多少水饺？差不多1000个吧。免费的食材，钵钵鸡爪，尝尝它这个八色水饺，解剖一个八色水饺。这是八烧丁，来个虾仁水饺，解剖一个虾仁水饺，一个大虾仁，这八烧饺子挺鲜的，是虾仁饺汤多哈，尝尝它的茴香水饺，我就爱吃茴香。真棒啊！这个八烧饺子稍微有点咸，有点给的食材。挺好，暖暖和和的吃那饺子，这一盘饺子30个，点了一份辣臊水饺，一个半份的虾仁水饺，一个半份的茴香水饺，好吃不过饺子，吃顿热乎乎的饺子确实是一件幸福的事。冬至到了，你也吃顿饺子犒劳犒劳自己。